过了敢有好？袂中阮我爱歹的态度，你不敢予我幸福甲快乐，我要如何用生命来赌？你借酒团情。就团情白面玲珑，了什么你不敢讲？阿凤姐昨仔这尼啊固执着，就算讲伊做妈妈，同款袂变啦。没啦，爸，我对阿凤有信心。啊，真侪人毋是做爸爸妈妈了后，拢会变较较歹代志。啊，就参像我啦。较早我吼，啥物拢无要无紧。啊，自从知影阿凤有心吼，大人看到拢讲，少强，你变较做稳重的呢。我相信阿凤嘛改换啦。好啦，爸，就算你对阿凤无信心，你嘛对你的孙有信心吗？啊，你若看到阿凤即摆有心，你也莫生气，啊，莫卡电话干妈，安尼好无啦？妈干不好，少强，是阿凤对不起你。爸妈对不起你。爸，唔通呢？万万不可。这代志啊，只是过分过好尔，啊，袂遐尔严重啊。阿凤吼，即摆需要咱的支持，咱就甲支持啊。啊，哪会甲伊不甲？你要考我回事嘞？你啥拢唔知啦？啊，你这戆囝仔，你真正啥拢唔知啦？你怎么人在度？你敢无好奇是安怎？阮两个人的做伙，是阮头家的意思。你到底想要从啥？可能是要爱嘲讽的名。我甲地点给你，咱见面再去讲。爸，啊，你是要去倒？我公司临时有重要代志要处理，我先来。你放心，个人的代志，爸会给你处理好势，哈。啊，明明就是阿公打电话来，为什么爸不爱老实跟我讲啊？嘉燕，我已经在路的啊，你先别卡包，有啥物代志等我到位再讲。我给你一点钟的时间，别迟到。一点钟久，我要哪会付啦？今麦剩八点钟。喂喂，少强这么对我后边，你给我淡薄时间。我做袂到。你，少强若对我过。你继续这样的事情，就别讲了。你敢讲你不怕笑？我怕，啊，不过我知影你一定有办法撇过叶少强。你就当作你在戏弄查某囡仔的感情。在骗人来替你生囝。我等你，我嘛希望嘲讽淡一点。喂。
喂。车干咩？对啊，安怎样？我想要坐你的车啦，啊，我的车吼，在这，让你开。啊？在哪？不方便啊。先生，拜托啦，我要救我的查某囝。想要退出来，先把我妈放出来。啊！叫他大声的，安尼恁爸才会不甘地。爸！是你害恁爸讨袂停。你抓我来这要怎？赵强把股份过给曹凤啊，啊，不过曹凤无要给阮头家，阮头家无欢喜，爱我假死。我已经把妈放出来，啊，不过伊唔肯。点点，你本来不应该摕赵强股份，先把我放开。我是爱你来苛刻你赵家，唔是叫你来甲人吃走的。今仔日曹凤若是无把股份退出来，恁两个都爱待伫咧遮。你真正要为了青面女郎伤害家己的亲人？当初你甲我踢出去租家的时阵，敢有甲我当作是亲人？无嘛，安尼讲起来是你先对付我的，恁哪有迄个面来向我讨人情啊？嘉燕，即摆连这种的话你嘛提出来讲，这个代表你无招。你赶紧去劝曹凤，把股份退出来。啊，若无到时阵，恁太太还袂救出来，你就爱先死。我绝对袂话风，把叶白讲交你。不得卡，你也该变注意。爸，你是不爱命是无？我甲命老的，我袂当讲你继续叫你继续扫风，我袂甲前面女人就是野菜，互你杀拢无。一讲，爸，袂个，若是安尼，前面女人袂帮忙耍啦。你妈说钱是该做得来，我绝对无可能牺牲你啊！叫你妈，阿哥你，嘉贤你嘛同款，你卖讲我亲密与人有交叉，你替做愈济，你就愈无道理可以。我希望你一定先当重新开始。甲我的身份撇空，就算重新开始哦。你要紧的只有张嘉玲，阿哥有曹凤。你妈是我的查某囝。早就已经不是了，我无可能让你破坏我的计划。等曹凤把股份退出来，伊就爱等你替你休息。
嘉玲姐，你是中啥啦？爸，阿是发生什么代志啊？阿公哪会绑起来？因为阮爸无爱护我，嫁予少峰，我只好甲曹峰绑起来，甲阮爸摊薄。你来讲白菜，我无讲白菜。爸，我甲少峰一直在办婚礼啊，啊，不过我真正想无想做恁游泳无赞成。我拜托你，我一定要嫁予少峰，我足爱伊，我拜托你成全阮两个。爸，你若是甲要我的，我就甲只事予你看。你帮我刷，我就甲你讲要安怎叫你的太太。我要变成怨女了。白燕姐。你为了要嫁予少峰，竟然把我抓来吃，伊是你的侄子呢？你想安尼，我来成全你哦。爸，要搁维护伊啊！啊，若无真正不知阿爸会做出什么款的代志？你搁敢讲？今日嘉玲该抓来吃，你该敢无问题？爸。你竟然知影嘉玲姐要叫阮大哥的身边有做欢喜的，谁哪即马向荣更同意啊？少峰，之前得到官员，阮爸惊少峰官员复发，袂晓让我幸福，所以才一直阻止我甲少峰结婚，佫想要甲我逼出国。我真正唔知道要安怎甲阮爸讲，我才用。这么偏激的方式跟我们爸参详。爸，啊，既然你会顾虑这，你哪不会跟我讲啊？啊，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开嘴啦。哎呦，爸，这你能放心啦？接受过肝脏移植的人，只要不出现并发症，都嘛是长寿的。啊，而且阮大哥现在嘛是照顾身体的啊，唔呐照习惯，食嘛是注意的啊，伊绝对袂有代志的啦。我知啦，我就是操烦啦。安尼哦，啊那无，我着安排阮大哥去做健康检查，再叫伊摕报告你看嘛。嘉玲姐，啊你拄着这款代志，唔得找阿妈佮有大哥参详，看要安怎做才当互爸接受。啊你哪会无代无志，甲风掠，你才佮家绑起来？我嘛是，阮爸逼到无路，就安尼做。啥货啊！你让爸逼到走投无路，你着要甲洪丽阿起来，伊即摆有心呢，你哪会当安尼做啊？我今晚等个透开啊！嘉玲姐，我认为你爱搞洪丽的。曹峰，是的啦，我嘛是好，逼到无路，想到无步，我才安尼做。你应该袂跟我计较。只要你当分手去，代志就煞煞去。你得看爸的意思。爸，我甲少峰结婚，你应该袂跟我意见。安尼，咱来等啊！爸，等下，你拄才伫厝里讲我啥物拢唔知，佮讲我足艰苦的。你是毋知影阿红咧问我啥物代志？爸，
你有个白少是无？无啊闹，讲的代志吼，我替处理啊。祖先哦，在上，安尼百济一年啊，安尼就要过去啊。哦，阿良考历史啊，唔知会调袂调吼，今日就知影啦。啊，你就保庇，哦，保庇哦，阿良哦，紧考着。哎呦，啊，你就知影丽华吼，啊，迄记忆歹啦，啊，无传一下礼拜吼，啊，你唔通见怪吼，啊，你就爱阿良斗三工哦。啊！阿良放饭，你着爱款拜，啊！你也无甲我讲，我也知哦。阿良考历史考遮侪年，拢考无过。放饭是咱王家的大日子，天数也无甲你讲哦。天数你昨摆拢无伫咧厝，因哪会甲我讲啦？准无甲你讲，你查某人马少爱会记的。你看，我着阿祖先安尼下死你啦，你哦。好啦好啦好啦，阿哥，明年吼我一定会记得款拜。明年，今年就要考拜调个明年，明年要拜什么？我，你今年考调，明年就无要拜，你唔惊？公妈讲你现实了啦。阿哥，大嫂，你卖个弯啊！我等今年考调了吼，明年我家己来看。恁个弯落啊，公妈听了足艰苦的。不，小蛋，我搁讲者。哎呦，王家祖先你有听到吼？良母讲伊也考到历史的时阵吼，哎呦，你会记？囡仔还介绍一个对象，让伊早日成家立业，吼啊，生一个后生，啊，对王家就有一个交代啊。唔免我吼，阿爸入去这个公妈坎的时阵吼。再来处理这个代志，吼！哎呦，来，你警察的，哎呦，哈哈，安尼，弯，阿哥，我给你透动的呀，你别烦恼。哎呦，考试用的透动，啊，这对象吼，嘛着爱拜托咱公妈，啊，咱公妈吼，加阿拜一个，有拜有保庇啦。哦，不要紧，哎呦，啊想讲吼，啊唔知考到安怎吼，嘛唔知呀，啊嘛真烦恼，哎呦，啊唔知伫当时才要，哎呦，王阿春伫个客厅咧等吼，咱来去问看卖吼。会当查结果啊？哎呦，行，哎呦，阿哥啊，你唔着用行诶。国宝，你先看。哎呦，我这心中皮皮喘，我不爱看啦。你惊还是无考掉？哎呦，你这个嘴嘛，莫这样乌啊！这里看。哎呦，我大嫂，我大概看拢无掉，你替我看。哦不，你家己看，无等下吼，搁有话讲啊。哎呦，你唔看也唔看，哎呦我。我是律师啊！我姨母都派去啊啦！亚顺，派去，不要紧。阿姐替你买一台相机呢，即摆随个订。哎呦，阿姐，我等你买相机叫你整你哦，我就知啊，你袂亏待我的啦。阿廖啊，你看吼，你要食啥物庆祝，我来去煮。没有啦，去外口食。哎呦，好啦，看你今日吼要食啥物，要买啥物吼，拢看无出。哎呦，我是讲啊，亚纯啊，你甲恁阿叔啊吼，踮咧厝内面吼，安尼扭扭拉拉是袂要紧，出去外口吼，唔通安尼有听的无？哎呦，真
爸要吃这个醋啦。啊，迄都不是吃醋，敢不吃醋？人唔知的人哦，就是你是你那一个女朋友嘞。哎呦，啊，我明仔载哦，已经哦替你安排相亲啦，啊，去跟人吃一粒饭嘞。阿哥，你拄则不是才伫求公妈，请公妈替我找对象尔？结果你家己已经先找好啊。哎呦，我家己找哪有好？哎，人公妈欢喜唔才对。哎，阿姐欢喜了对吧？啊，这摆吼，恁阿姐这个一定会欢喜。我有去阿头看，吼，袂歹，阁真乖，还比伊迄个衣裳较水咯。啊，家世吼阁清白。阿哥，我较介意衣裳啦。啊，你这囡仔哪呢？啊，都还袂去人看，你哪知你有介意无介意？吼，做一个朋友嘛好。哎呦，阿哥啊，阿良啊，感情的代志，你都可以家己去暗算嘛。对啊，现在都2022了，还不用出恋爱，哪有这种事情啦？阿姐，你早就出来头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的爱情辩护，不用去。我绝对不去。你才是不爱去。好好，我来去邮便局啊，你买一些邮票，几千块你打打，你寄回去华联话，你讲，有影啊？考到历史啊，你安尼都无大无小，你知影我无？你跟人讲到有嘴无暖呢，人才要肯出来呢。你唔去，我这面底皮是底下倒啦，底下皮啊！啊，拢是你，你看，你啊，你那这个安尼错歹去啦。哦，有影，哈，袂讲到这，吼，你家己小想一下。哎呦，我要进来拜公妈，讲阮阿娘可调啊！哈哈哈哈哈，我今日欢喜死啦，好呀！哦，我嘛爱进来去杀一个鱼啊，吼，来拜公妈。阿姐，你干一定要坚持哦，不要弄落去哦。哎呦，阿英啊，咱的祖先哦实在有够力啦，阿良哦考到历史啊啦，哦身家事业哦已经安尼完成一半，啊，剩了后边哦我来杀就好啊。哦，啊，让阿良哦，跟成家立业生一个后生嘞，哦，啊，对咱的公妈唔才有一个交代。哎呦，恁两个是要阿公什么事？啊，就无话要跟你讲啊。啊，是安那？哦，阿哥，是安尼哦，虽然你做用心替我安排一摆相亲。啊！不过毕竟我即马心肝内已经有介意查某囡仔，我若去相亲，我感觉安尼哦，足无尊重对方，嘛无尊重我家己的感情啊！啊！你意思啥？啊！你敢有尊重我哦？有咩啊？我当然嘛是尊重你啊！啊！不过我认为即届哦，你应该嘛爱尊重我的想法，所以即届相亲我袂去。哎呦，我要叫你去交一挂朋友吃一粒饭安尼啊，啊，不是要叫你去签名当因啊？好，你也唔去吼，下摆我相亲哦，拢要办咧厝诶，看你要安怎走向。啊，无啦，阿哥，看也是免遐尼麻烦，咱也是约伫外口就好啦。安尼唔走乖，哦，啊，交一挂朋友啊，吃一粒饭一个，哦，有好无歹，哦。哎呦，啊！我今日去啊，你联络一下雅春呐，你唔通踮咧遮变鬼变怪哦。阿叔啊，你来遮无骨气啊？带个要结结面笑，你都无能啊？啊，我若无去，阿哥真正甲相亲拢安排伫厝诶，我毋是相亲相未煞，去者互老大人欢喜者嘛好啦。敢爱我替你解围？当然嘛，上好含家婆做伙出来，这个就靠你啦。哎呦，你看，阮阿娘哦，本来就是做袂歹，啊，这衫穿穿的，哎呦，这缘投的啦。啊，我你讲哦，今日这查某囡也袂歹，阁是公务人员，你家己爱加油哦，吼。来。国宝。你放心啦，我即届哦一定拍拼，甲即届的相亲对象哦，甲阿叔安尼塞做对啦。
啊，不过咱上主要的吼，嘛是爱看即届的相亲对象，敢有达咧敢一交往嘛？哎呦，啊，恁少年的吼，踮咧遮就好啊。啊，家婆你伫的吼，我就放心啊啦。啊，你哦，家己啊加油听无，唔通哦讲嘛失望哦。啊，无我先来去。好，我来去，我来去，加油哦。嘉宝，你唔通袂记，你今日进步就是替我阿姐用力打枪，给阿爹送亲对手。都好了，卖想超过，哦。放心啦，我看书办事，好不好？咦，啊，那也拄好伫遮拄到你啊！啊，你来抓人哦！你是我阿叔的相亲对手。啊，啊那安尼哦，我就免技术性的打枪啊啦。现实中哦，伊的枪法哦，搁较准。你有熟悉啊？阮是较早的同事。伊是一个歹势啦，想要到我阿姐的相亲对象，竟然是你，竟然阁想要来搞破坏。无要紧啦，惠弟哦，我来遮嘛是要应付阮家的人啊，若无我来穿甲遮尔啊简单就来相亲。啊，不过我建议啦，既然哦你有喜欢的查某囡仔。你应该哦，直接对你阿公讲好清楚，才袂哦无完无煞。嘉宝，啊，你即马是咧做啥物事呀？听讲你要做警察以后，出头真济哦。哎，过去的代志哦，就莫阁讲啊啦。迄就是因为无成功吼，唔接电话。啊，不过即马真稳定啊。啊，我甲我朋友哦开迄水产店啦。虽然哦是较辛苦，啊，不过生意袂歹。唔然呢啊，嘉宝跟我做虚拟的投资，我冇对投资诶。嘉宝，你当问易小姐够有兴趣做伙趁钱啊？唔免啦，易起的钱哦，一样拢是伊妈妈咧管的，啊，伊妈妈哦咧替伊理财啦，啊，所以哦，甲伊讲哦，等于白讲个啦。嘿，易起，等下吼，这咖啡的钱哦，我来出啦。安尼你回去哦，就免甲你妈妈报销啦。你哪安尼讲啦？你嘛知影做警察足无闲的，时间拢乱七八糟，哪有时间理财啦？对啦，嘉宝，啊你哦，若是有袂歹的投资，我叫阮妈甲你联络，叫阮妈哦去了解一下。啊，唔免啦，这也不是今日的重点嘛。敢咪是贪伤济，无想要报人知？无啦。你看啦，咱这嘉宾哦，拢讲啊冷气啊，摊小啉，来，咱去摊小啉。阿舅，阿舅，啊，歹势，雄雄讲心啦，讲到倒啊。但是大雄发一个通告来，时间就赶，我要先来走啊。今麦这个时间会较车呢，我拄好有客户倒摆来，我带你过去啊。真谢哦，当然好啊，谢谢一起姐。没啦。啊，那安尼吼，我的女朋友够麻烦你啊、哦，谢谢哦。没问题。行，你先来走啊。嘉宝，阿舅问你，你这个投资是不是有啥问题？我看你拄只敢那无啥愿意伫个你的警察行动书面头前讲起这件代志啊。哦，不是我无想要讲啦，
是因为吼，我知影伊是对投资无兴趣啦。啊，伊若为着面子，啊，甲我应付，伊忝哦，我嘛忝嘛。啊，投资就是安尼啊，佫袂用个勉强的嘛。感谢你。啊，不过我看伊拄只有主动讲起啊，顶多是你挑工伫闪避啊。你，那个，啥？阿姐，啊，你敢毋是想要约医生啊？趁即马吼，你考掉就输啦，这是一个好机会。啊，我即马吼帮你打电话约医生啦。阿姐，你先莫紧张哦，你安尼，深呼吸一口气。啊，我找一个机会哦，和你甲医生安尼讲两句话啦，哈。因为这是几天的调整，已经恢复到过去同款，准备要进行最后决战了。我唔对啦，因为这几届啊，那青面女郎的高手，我是深深的了解。你面对伊，咱是一分钟都袂当等。即卖上个重要的，是要把阮小娃平安救出来。唔只要跳破张家燕嫁做阮小娃的假面骨，引出无话中家的青面女郎。这青面女郎啊，这足坎坷，搁足困苦，竟然利用少峰对嘉玲这感情这弱点来失去。那阵之前伊参嘉玲所在，这线索去找，说什么拢找无，表示讲已经有间隔啊，并着紧派人将嘉玲刷走，藏去别个所在。时光安哥，我想要拜托你啊。你是不是会当先阿妈出一下头，先去点一下？我阿妈也稍较有戒心吧，啊那无，我是咧烦恼即卖，即张家燕甲阿妈骗到伫林做，时间拖久啊，阿妈早晚哦会有危险的。无问题，那阮这边哦，你交我啦。要唔过我无了解是，先做你袂即卖直接出现伫叶家，对门跳破张家燕假苹果。我做了秘的暗处，是要讲哦。想要对付阮家家青面女郎抓出来以外，上重要也是阿妈。阿妈的事啊，解忧，即卖还搁有张家燕，还搁有青面女郎的手头。总讲我个代志全部压压出来，万一阿妈提袂到解忧，就算讲只是万一啦，我嘛绝对袂当用阿妈伊的性命来滚生球。阿那无。这生活危害，阮叶家是任何人拢无都承担得起啊！听你讲，这几件代志我都倒起来。我怪伊讲，我伊叶家拜访老父亲的时阵，迄个张家燕阿个阿红，一定唔肯从小厝台配音交出来，那真可能，因就当肯伫小厝台内底。确实有这个可能啊，是讲这张家燕伊是青面女郎的手下，这个真多说。阿哥真正想袂到，连曹凤伊竟然敢对阿妈下毒手。这问题，只能等你要等伊爷家将代志压开了，一条一条摸清楚。即嘛，我先想办法通知老父亲开药去。妈，你是头壳底疼？阿妈，你是安怎？人无爽快啊？是啦，我也不知安怎吼，最近吼常常感觉足忝的啦，啊不时吼就头壳疼。阿妈，你应该是因为这阵妈厝内底发生伤侪代志，啊你心肝头郁卒啦。我看吼，阮会继续拍拼，把志成找回来。啊，你呢？有啥物代志，就做你甲我讲，甲我交代。是讲阿妈，你最近定身体无爽快，是不是应该看医生啊？有啊，我有去看啦。
啊，不过医生哦，有甲我做一挂简单的检查啦，啊，就感觉讲我家己无问题啊。阿妈，安尼好不？我来安排另外一个病院，咱做一遍彻底的检查。我看阿妈哦，一定是因为志成的代志，才身体不爽快啊。归去，咱较拍拼，把志成找回来，安尼较实在。对啦，啊你即马吼，唔免管遐济啦。若要做啥物检查吼，等恁两个婚礼哦，圆满办好了后，再去讲啦。是啊，我得看咱明仔载婚礼，甲大家宣布，希望大家当到三工找志成。啊，志成只要得回来啊，阿妈就好啊。啊，不过阿妈应该做的检查还是爱做，等婚礼结束，我会替你安排。啊，若无到时阵志成回来，包含你的身体变歹，志成怪稳呢。喂，老爷，是我。今麦我所讲的话，你注意听咧哦。不管你今麦身边有啥物人，拢莫让伊知啊，是我卡来。啊、哦，苏兄，真久无看的哈，你讲。老爷，你最近是不是感觉身体怪怪的，无啥爽快？是啊。我怀疑有人伫你小手茶内底打卡枪。哦，安尼哦，所以请你明仔将你的消除茶炸出来，到八里的布吉宫跟我见面。因为厝内底真多一个人，拢有可能下手，所以我请你一定来保守这边。好啦，去做圣公吼，当然好啦。明仔吼，我会过去。谢谢。阿妈，是啥？是拜拜师兄啦。明仔载，阮家的圣公吼，要去宫内底做代志啦。阿妈，啊你几点要去啊？我陪你啊。唔免啦。啊，恁都要办婚礼啊，有真侪代志吼要无用啦。哪有迄个美国时间陪我？我家己去就好啦。啊，不过你人无爽快呢。你放心啦。那想着做圣公吼，有戴军保庇，我身体就好一半。哦，所以阿妈，你明仔是去戴军遐，唔是去母娘遐？是啊。来，阿妈，恁坐。啊、哦，对啦，家玲啊，明仔吼，看是你还是阿凤吼，会替我准备这消暑茶。我早出去啉无？会使，无问题。啊，阁有啦，这茶袂歹啦，嘛替我准备吼几包消暑茶药材，送予遐圣公啦。虽然阿洪讲这消暑茶是针对我的体质处理的，啊，不过吼，来小可调一下吼，啊，这消暑茶吼，大家都拢会用啉吗？哦，我替阿妈准备。对啦。啊！你明仔载唔是要去试妆？小红，你坐家里哦，里边休困，莫让伊伤忝啊。阿妈，你安尼这样疼惜家里，我看拢咁要食醋啊呢。安尼，你就要好好疼惜伊，照顾伊啊。要若无吼，若是让伊受什么委屈，阿妈绝对袂帮你耍哦。我知。家里，爹，我坐来看休困。阿妈，奶奶，我先去了呀。我看你是丢皮婚礼上无用啊，你看起足忝的。敢有？有。你唔通什么代志拢家己用，到婚庆去发落就好啊。咱还没头一遍结婚啊。对我来讲，这就是头一次结婚啊！不管什么代志，我拢爱亲力亲为。我不爱咱的婚礼有任何一点啊我无满意的所在。哦，你反应莫伤大，应该休困就爱休困。
咱第二遍结婚，你一定爱比第一遍更加水嘛，对不？少宝，你答应今麦我，还是过去的我？第一遍我唔是讲过啊，拢同款啊。我无介意你讲我甲过去同款，因为今麦我甲过去有足侪无同的所在，你敢拢无发现？今麦你较无安全感，应该是讲你失去记忆了后，你个人个性拢总变啊。想要创啥，想要做啥，拢真直接，袂安尼吞吞吐吐想真多。所以最近的你，我感觉着。过去张嘉玲，敢若要转来？我咧问的是，今麦你是安怎卡袂着，着要讲过去？为今麦开始，就是咱两个人的未来，敢有足歹理解？拢一定要结婚啊，是安怎搁要想过去？是安怎？无你到底要往哪走？我爱你，把过去放下，敢若另一个感情的我。我无想要做你弥补过去的替代品，只有你安尼想，我才会当得到安全感。啊，若无分离，办了搁较好看，嘛拢无意义啊。干么严谨？哥，真的？我当然嘛是答应你啊，不过其实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做。对好像像我嘛，真想要从过去我对你所造成的伤害的代志，有你的头壳摕出来单挑，啊，不过这是无可能的啦。那恁你敢袂感觉我咧无理取闹？我袂安尼想，只是我感觉最近你问我的问题，我拢真歹回答。啊，不过你放心，我真有耐心。我会用一世人的时间慢慢来去回答你。至少你会永远爱我，对不？这讲阁需要讲？我想要听你讲。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家里先坐啦。老了，陪我。拄仔看你的情形，刘家家真见笑。为什么？莫甲我讲，你拄仔无看到少强有偌关心、偌照顾恁小弟，伊对咱大人真好呢。你的良心是够够无严，你若真心对不起伊啊。少强确实是对咱后头厝的人袂歹，啊，不过伊搁较看重是伊阿家的人，啊，搁有两个哥哥，若真正按伊选择，伊阿家的人。因为拢比我搁较重要。你啥拢讲袂听哈？爸，你莫搁讲，我无想要听。我无想要看到你做出后悔的代志。你是我的查某囝，我怎也无管你做子，我就是无负责任。爸，你讲来讲去。你只是希望我把我的股份向少强尔，这我做袂到。什么咧？你的股份啊？那是少强个业家的，那叫什么人提起？会对业家造成无多挽回伤害？你是唔知影上？为着要救妈，我无法度顾虑这尔济。你想讲什么人提着股份真正叫你妈出来啊？你又惊到头壳戆去啊？哟，我无这尔干，恁就会吓惊着。他叔公又无把妈放出来，我明仔载在婚礼顶面无看到妈平安出现，那呢，我就要把家业是嫁张嘉玲这件代志揭出来，我破坏伊的计划。你哪只天真啊？
你把嘉燕的代志讲出来，嘉燕就把你反背扫正代志讲出来，事后恁娘拢乌有去哦。这你免烦恼，到时阵我就要先下手，我就把嘉燕是假张嘉玲这件代志讲出来，到时阵就袂有人阁相信所讲的话，大家都会认为讲伊讲的是白菜话，伊是超过伊要我乌歪。叶家人敢可能这讲？我今仔拜托内底有囡仔，不管安怎，叶家的人会选择相信我。你把代志想了伤过简单了吧？爸，我身躯顶头的是你跟妈的骨灰，我无可能让人凊彩就安尼糟蹋我。若是因为你跟嘉燕身躯头拢是爸的血，爸才会在这跟你有嘴讲到无奈，叫你赶紧停手，莫搁一错再错。爸。已经想万啦，我家这现今摆拢已经无法度回头啊！你想好有心理准备，明仔在少峰的婚礼顶顶，告诉公有必要，我会亲手挑好张嘉怡的客宾鼓。到时阵两个查囡，你就要做出选择。你要爱爸安怎选择？你甲嘉怡两个互相伤害。最后上无辜受了重大伤害的是嘉玲，这我知影。不过这就是证明一句话啊，做人想过善良，这才是戆人做的代志。阿祖先生来给你教呀，你若这样想法，你若变成这款人，爸。我要去护理站做扫墙，我若是想我回去，我大概会了。阿红，想学台湾的双手，即马厝内底的工课愈做愈欠卡，敢讲这就是爱情的力量？你到底想要讲啥？你的面相哦，免遮尔啊歹看，我即马是咧侮辱你足贤惠呢，温柔体贴，厝内底的代志哦，搁安尼顾头顾尾，真正跟张嘉玲哦愈来愈亲像啊。我是讲张嘉玲哦，是一个软嫁无路用的人。刚刚你阿爸买甲伊变做同款，是一个菠萝油嫩卡黑。你确实嫩卡黑啊！对付你这种八卦，我自己镜头我得用起啦。安怎？会听啊？废话，当然听。知影听就好啦。安尼你得记的，莫胡白讲话。我警告你。你莫那清清菜菜就起卡动手，阿爸我是无可能阁去等着的。你唔通袂记，我会当清菜就甲你的身份拆破，到时阵你就无法度阁过安尼的生活。哦，你即卖意思是你要甲我做伙死啊？哼，我才无要甲你做伙死，别人就知影你是冒牌货，有啥人会听你讲的话嘞？杜晨。你可以送你哇！我怕你拄只讲话就红声，想讲你的气魄就好诶，结果还是傲人无大。我只是发一下杜晨，你就惊到要死。你安尼是要安怎甲人算呀？迄是因为拄啊我。我唔管你安怎，我嘛无想要管你有啥物计划。唯独你甲我听好清楚，我甲少峰的婚礼一定会进行。你上好乖乖看我甲婚礼办完，啊若无，绝对袂予你活。一笑。明仔载阿妈要去地君遐做圣公，内底药材是要阿妈早起的。啊，我拄煮好的茶，我等一下放去冰箱，
明仔载我无伫咧厝，你才装一笔保温瓶给阿妈扎去。明仔载这代志，我哪有听你讲啊？啊，你是怎样想？我为着要将阿妈的行踪，我真早就加入因圣公的群组，啊，不过啥根本就无讲到这件代志啊。敢会是英雄用电话联络？无，伊英雄拢是用群组在联络的。还是讲阿妈有啥物代志，无想要让咱发现，超过伊无让咱知影。你想想这样。有人在你消暑茶内底下卡酒。消暑茶大部分都是阿凤和嘉玲咧准备的，啊嘉玲无可能做这种代志，敢讲是阿凤动卡手的。啊，不过伊应该无这么凶才对。啊是啊，搁有别人趁伊无注意的时阵，偷偷啊下药啊。伊以后拢是用群主在联络，啊是讲阿妈有啥物代志，无想要让咱发现，结果伊无让咱知影。敢讲要害我的人是嘉玲？你是从啥？你来了，拄好啦。你替我把阿麦头扶开，啊，较细哦，麦甲扎成起。你是想要变成梦啊？啊，我内底阿麦甲棉被啊。啊，我感觉伊敢若睏无啥好，想讲是毋是枕头伤低？原来是安尼哦。啊，若无你当初要创啥？我来想讲，你想要干嘛？想想坐啊。好啦，行，咱紧出去，快些啥？恁两个人是在讲啥？迄话听起来怪怪的。水呢，真适合跟我唱一出戏。你扮起来阁真有东条小段的扮势。佳燕，你看你上心爱的姊妹扮起来，适合什么款的角色？是穆桂英，也是王宝钏啦。我感觉是窦娥冤，含恨而死，一世人永远无法度变心。张佳燕，你莫阁这么笨戆啊！你不可能嫁做我嫁做一世啦！只要少峰不怀疑我，就算其他的人怀疑，拢无路用。我实在是想无呢，你两个姊妹啊，就生做无共款，一个眼神充满怨恨，
一个看起来就较戆，是安怎业界的人拢无一个人看会出来，实在有够恐的。那是因为业界的人对我有信任，你利用雅慧的死，志成失踪，业界乱糟糟的时阵，让张家燕跟着死我一笔业界，你这是趁人之危的。你讲家己是千面女郎，你只是无胆，唔敢让人看到你的真面目。一个人做人不用公平正大，你根本就无啥物好惊的嘛。你想要拔刀而冤，哪里我就成全你。头家，这个查某无带你受气，我来就好。张家燕。你即马只是一个防控者家的红啊，你敢搁看无清楚？阮头家给我我要爱的生活，我马上就要嫁予一个上爱我的查甫人。阮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会当弥补过去我自细汉失去的温暖。这是阮头家给我的温情，你搁真醒？这种幸福本来就是假。你利用少峰的真心，将来一定会后悔。你唔那伤害着少峰，你嘛伤害着你家己。最后痛过的是你。你那是对少峰阿哥一点点啊情分，你着赶紧去甲少峰阿哥业界人坦白这一切。业界人对你真正足好诶，伊甲你当作家己的亲人同款。你的心内拢没有一点啊亏欠。我是安怎要有亏欠啊？少峰也毋是业界的人啊，业界是生也是死，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我即摆上要紧的，就是甲少峰结婚以后，赶紧摕到伊手头大业集团的股份。张家燕，你莫搁一错再错啊！啊，若无你甲这个无名忌人的恶人，拢会受到天公伯的天罚。你想想这啊，天公伯是徛我这边的。你看啊，要落雨啊！天公伯嘛，为业家在流目屎啊！我听到是天公伯啊，咧陈瑞公伯制裁你。头家，卖伫咧这个查某身躯顶浪费时间，耍赖要安怎对付业家？我要甲你清洗。嗯，咱行。我一定要想办法，赶紧走出去，阻止千面女郎对雅家出手。你今仔日感觉安怎？空嘴还阁会疼？虽然我的空嘴阁有淡薄仔疼，也毋过至少我毋免绑伫这病床顶啊。而且医生毛搞鼓励，爱加行路，安尼对我空嘴复原哦，较有帮助啦。好啊，啊你刚食过啊？够需要，我送便当去给你。你放心啦，啊，拄则阮朋友有来找我，大家做伙食过饭啊。好啦，你哦，空嘴较紧好起来，安尼较要紧。空嘴好，唔则会当惹歹人。听你的。那安尼哦，等我甲水产店的代志拢无印刷，我再去看你。不是我的头毛呢，刚刚吃饱，带别个查某囡仔回来。宝贝，我回来啊。你是不是趁我无伫咧时阵，偷带别个查某囡仔回来？哈，原来伫遮哦！哇，无怪姚纯在咧找几工啊。姚纯，
嘿啊，这耳钩甲这头鬃拢是叶纯的啊。我为着你，遐尔啊拍拼照顾水产店的生意，脚步拢唔捌停落来，结果你煞反背我，错怪朋友倒来我兜，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你误会啊！哎呦，我拢光明正大甲你承认，讲我带亚纯倒来厝啊，我哪有可能甲伊乌白来啦？哎呦，阿奶你甲我讲啊，你带完亚纯倒来家要创啥？我当然是想要甲你求婚。啊！我找人参详啊！你去讲白菜啊！安尼，我即马就去找王阿春，问伊看代志是毋是参照你讲安尼。宝贝啊！上鬼啦！你听我讲嘛！你点去？我捌替啥物人做过代志，我若是出手，你就准备拍地涂骹。你若是无爱和我去找王阿春问好清楚，那你就代表你心虚。医生。我即马敢来当送你一卡，不过我答应你，后摆咱结婚的时阵哦，我送你一卡，搁较大卡的。医生，嫁给我好无？我哪会知影？你是不是叫我去找王阿春，才想起叫我安尼走动我？我想那边安尼做，我的心内哦。只有你尔，而且我会找王亚纯，迄是因为我阁毋知影要予你啥物惊喜。啊，你甲亚纯哦，拢是查某囡仔啊，阿姨嘛较知影。好啦，莫生气好无？来，你坐坐。你等我一下。你怕鬼？你敢知影？连这卡手指吼，嘛是我专工巴肚牙村去试过的。医生，你嫁给我好不好？看你这个反应吼，我阁知影，你是不是愿意嫁我？我就知影伊三无我好骗，早就把应该有诶物件哦，拢传好势。我应该哦，爱去甲亚纯哦，讲一下多谢。你要倒？去甲王亚纯说多谢啊。免啦，人亚纯哦，才拄失恋尔，爱甲我讲啊，莫甲别人讲。阿伊嘛无想要甲人讲话啦。啊！你即马再把手指挂起吼，伊也看到会受刺激啦。难怪阁有这种代志发生。啊，不过吼，我认为讲这段时间哦，咱先把这把手指哦收好啦。啊，你袂使因为你家己的快乐，啊去伤害到朋友的心情啊。安尼吼，我感觉唔好。哦，好啦。啊，阁有啊，亚翠妈妈啊，甲因迄姑婆。最近为着因个阿姐个代志哦，伫找你冤家呢。阿你嘛知影，因阿姐对你有意思，阿
你这马祖人在伊面头前哦，伊会感觉内疚啦。好啦，我知影。家宝，是的啦，你为我做这样侪代志，我算安尼有白想误会你。我搁送你一个嘴皮，你一定就听的吼。当然就听。不过我不要紧啦，你也就甘要听。多谢你接受我的求婚啊！你给我花一点时间，等我若赚到钱后，我一定办一场足大场的婚礼给你。哇哦，这无需要一场足大的婚礼。只要你对我好，咱应该有一个家，安尼我就满足啊。我不对你好，我是要对谁好？阿妈，你讲确定有志成的消息啦？那恁我即马，叶志成不是跟伊丈人，还佫有迄神秘人做伙互炸死啊？那有可能？哦，我知我知。所以，喂，阿妈，阿妈，少峰，我刚有听唔到，刚前将有志成的消息啦。阿妈昨天打电话来，讲确定有志成的消息啦。啊，那是消息是真实的，哪伫在倒啊？咱是不是应该挂过，来当帮阿妈一个人啊？紧，阿妈伊毋是一个人，而且伊讲叫咱卖过。是啥咧陪阿妈？有一席界人民保姆做阿妈的贴身保镖，没问题啦。来，既然能够传到这来，这敢是一个陷阱。我看我是先卖有动作较好。嘉玲。假如你听到吴志成的消息，你的表情怪怪的。无啦，我是咧想讲，咱是毋是应该赶过去陪阿妈较妥当？啊，万不伊可是一张卡，阿妈得阁失望啊。这你也免烦恼，而且阿妈阁另外交代咱一个任务。啥物任务？阿妈爱咱摕喜帖去雅慧因家，亲自来邀请亲家参加咱的婚礼。虽然讲雅慧即马无伫个啊，啊不过阿妈讲，咱甲王家的情分绝对是袂当断的。我再讲，以前你嘛是甲王家当作是后头厝啊，所以你讲，咱是毋是应该爱行一撮？对啦，你讲的无唔对，即个礼数咱爱做较高。好啊，安尼我先来楼顶提喜帖，你等我一下，吼。你赶紧去查，阿妈人伫咧倒。哼，你毋是足够的，赶紧查啊！拢啥物时阵，莫伫遐塞信的。听讲有志成的消息啦。怎么那有可能？啊，你毋是讲塞啥的啦？你嫌家己的麻烦无够济啊？你毋是讲你已经改？莫去问啊啦，总讲一句，你赶紧甲人订好掉。叶志成啊，真正还佫活的，互阿妈抓倒来，咱两个拢无通算啊。唔免你给我提醒，这我拢知。嘉玲，大哥，听讲已经有二哥的消息了，是不？是啊，但真正会当在婚礼进行找到志成，咱就真正是一家团圆，喜上加喜啊呢。是啊。啊，老师傅，阿来去。哇。电话那卡袂通，那我哪会当查得到伊？
对对，你办喜事啊呢？是啦，所以今日我就甲嘉玲专工送贴仔来互恁，邀请亲亲家恁全家伙来参加阮的婚礼。哎，哇，你的洗脸真的足精致的呢！以后我的嘛要，你安怎？你安怎？你真正有够三八的呢！你的疤哦，迄皮也不出来啦，想到遐味道去。我传过去，阿伯捡一块吧。哎呦，这么紧叫你研究咱的贴吧？林家宝，姐，我要找个男朋友。哦。你是少强的大兄对不？你好，你好，你好，我叫林家宝啦。啊，我是少强的妈子耶。这拄好，是少强的妈子，啊，佫拄好是雅春的男朋友啊。哎呦，你们哦，天注定啦。安尼真好啊，欢迎你来参加阮的婚礼。啊，若是会当的，唔知影是毋是当时邀请恁做阮的伴郎伴娘。今年大爷你开嘴啊吼，我甲雅春当然嘛无问题。哎，这是我头一届做伴娘哦，到时了你的红包一定包个大包的。王雅春啊，还未进门就想要偷红包？行嘛，无紧啦。若是当有像雅春这样水的伴娘，我的红包一定包上大包的。啊，那安尼哦，我拜托新娘啊，到时阵哦，你的捧花一定要等我吧。我若接到捧花吼，我阁随便甲雅春求婚啦。免遮紧哦，收紧我心中的定气哦，吼。啊，不是等候你，你真正是吼，歹势啦吼。恁这查某囡仔鬼哦，就是安尼，讲话拢安尼无大无小，让恁看笑话啊。啊，对啦吼，嘿。祝福的话吼，我无阮天叔来才甲我讲啦吼，啊，唔讲吼，我还是要祝福恁，哎，安尼白头偕老，啊，两个人会安尼欢欢喜喜做伙牵手，行到老老老。多谢。多谢。啊，那我这边咧祝福的话吼，我着留喺婚礼去甲我讲啊哦，总共一句，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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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晚真足期待会当参加少峰哥哥嘉玲姐的婚礼，啊，上好是你讲哦，二姐夫嘛会当找到人，安尼哦，一个团。问你 OK， 我相信一定的，对吧，嘉玲？是啊，期待一个团圆。那天玻璃没到前，偷大个呀！那个母娘家，让我想起过去，亲像我甲雅慧到底发生个代志啊！彼当阵雅慧陪我来遮讲土地，我嘛当着母娘面头前，甲雅慧求婚，讲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伊个查某囝一世人。啊，不过我煞无做到够。我怪麻烦母娘，伊伫咧关心我，暗中伊伫咧保庇我。我今日唔少才调，我都徛伫遮。啊，不过今日我是来当恁母娘面面头前甲你回实的，歹势，因为我真正无法度，因为即卖阮叶家，阮是危机重重，厝内有人在乱。外面有人想要甲阮叶家，要甲弄鸡散体。我若希望讲无牛，你会当保庇，让阮叶家即届会当度过危机。看到时阵，应该回去的，应该答谢的，才做一届圆满。无牛一定会给你一个机会，我相信无牛一定有咱机会。不过，亲面娘真正是歹对付的。我歹对付人，卖在无意中，下半夜弱点嘛。
想当初，我嘛是甲千面女郎合作，想要将计较不好多，所以因为，我就将对分手一个少峰也感情放落，一摆过一摆，拍拍我家己计划，佫害我今对我足无谅解，最后是我家己一个人在遐受苦，所以我会当用我的经验同你讲。 千面女郎一定占袂着日头的便宜，感觉一定会平安无代志。志兴，阿妈，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啦。 我靠！这段时间一定受尽这苦哈。莫林，志兴消失这段时间，是你来甲志兴斗相共的对不？志兴哦，伊是提供仔囝，不管伊到倒位哦，拢有足侪人来甲伊斗相共的。莫林慈悲，莫林慈悲。 老吴，莫娘哦，唔来照顾志成，嘛来照顾伊哦善良的良于红路，所以讲后一步，咱就要安尼一步一步将尊心不良的人给抓出来。这嘛是想做今仔日咯，我们请你过来这个原因啦。这人是谁啊？是青面女郎，已经派人去办咱入家。 这是我咧啉的消暑茶，这是药方。安哥，我会送去有专业啉师哦做化验。嗯。那吴姐，我倒转去夹到，都看到阿红泡这茶给你啉。这茶你啉了偌久啊？已经有一段时间啊。你是怀疑阿红有问题哦？ 阿红，逐工泡茶给你啉，伊无可能唔知影，家己创啥？啊，不过阿红是安怎变安尼做啊？伊甲小强最近嘛相处了袂歹，伊妈妈为着细钱的代志，拄啊互起诉，嘛需要咱斗相共。伊对付我，是会当得着什么啊？这代表讲一寡代志是阿妈你唔知。老师。 平常时，甲周阿红泡茶给你啉嘛。嘉玲嘛有啊，若讲到嘉玲，伊佫较无可能对付我。阿妈，真个嘉玲当然袂安尼做，啊，毋过若是假做是伊个，煞甚物代志拢敢做？我意思是讲，阿妈，你看到迄个嘉玲，毋是真正嘉玲，伊是千面女郎故意派你哦，要骗你。迄个嘉玲是千面女郎的人哦。 是，伊个家庭啊，伊两个是相生啊的姊妹，两个谁做共的？千面女郎就是利用这点嘛，故意要来吼对付咱叶家。千面女郎，谁那样安排啊？啊，既然你知影这个代志，那么我代志要有亏。那是因为哦，真正家庭还阁找无啊，伊应该是有法通控制掉了。我到之前到即马，嘛过去探听伊的消息啦。 真是真过分啊！这千面女郎真正是无话无天，啊，伊到底跟咱叶家有啥物恩怨啊？我敢若知影讲伊叫爸有熟识，其他的代志就唔知影啦。是讲阿妈，你唔通听我咧讲哦，就认为讲曹峰伊是无辜的。我若有了无唔对，曹峰应该跟伊是共同的。我系提防，啊，不过。 小红，甲迄个假的嘉玲马上就要结婚啊！啊，煞来恁拍算要安怎做？即马就要先甲代志查好清楚，先找看卖真正嘉玲一个人到底伫倒位。到时阵，唔只我都甲因的底牌现出来。那呢啊，最后上好是亲密娘毛都狠心，唔只我都甲代志也摸清楚。小红若是知影，家己和嘉玲相识啊姊妹啊。 安尼骗甲玲珑死哦，心内一定真受伤的。伊嘛会感觉家己对家玲有亏欠。
这不是大哥的问题啦。而且我上届看好的是亲密女郎，还有那个假的嘉玲。我相信，真正嘉玲姐，你也会体谅大哥。代志也开哦，亲家面对这个关系都真正难的。这是亲家也感情多，就要自己去面对啊。这个老夫人，请你回去了后，要家族什么拢唔知影，我尽量哦替我自省哦，争取一寡时间。今麦上重要的，是要赶紧找到嘉玲姐，看伊人伫倒位。到时阵唔叫到贴我因的证明哦。在关遐，那早来母女家拜拜。我就想讲，我顺路啦，就先来母女家拜一下。啊，恁哪会过来？干妈同款啊，来遮求母娘保庇，啊，我就顺续哦，就嘉玲做伙过来。既然拄着阿妈，那恁先去拜，我带阿妈去在关遐。好，唔免啦。阿妈，不要紧啦，一定要嘉玲哦，带你去在关遐，啊，我先去拜拜啊。啊！你明仔载就要做新娘啊，一定有真侪代志要无用啦。我叫司机甲我载就好啊。我已经叫司机回去啊，毕竟甲阿妈照顾好是我的责任。啊，若无我哪有法度安心结婚？阿妈，行。谢谢哦。阿妈绝对袂当让阮带去啊！啊，若无伊有危险，我看我先透过车手哦来对抗着迄台车的危险。咱今日开车。阿妈，你哪会想要去母女遐拜拜？母女自卑，伊会保庇心肝善良的人。我来祈求母女，保庇咱一家团圆。志成会用平安回来，你甲少芳的婚礼嘛会当顺利完成。阿妈，多谢你这么为咱设想。啊，哪里咧？你敢真正要甲少芳继续这缘分？我甲少芳已经是老夫老妻啊，嘛无啥物好准备的，就甲正常安尼过生活尔。少芳即个甲你结婚。甲以前是完全无同款，因为你已经不是过去迄个家人，少芳嘛是同款。自从伊为鬼门关行一撮，伊就彻底改头换面啦，不是过去迄个干那会收留家己伊个少芳啊。会当让伊改变这么大个人，就是你。伊个人生还阁真长，你嘛是，所以不管是你还是伊。拢爱好好珍惜，莫阁互相有感情，变作一个遗憾。阿妈，既然你对我讲出心内话，那安尼我嘛想要带你去见一个人。啥物人？对我人生来讲，最有意义的人。车开来这么偏僻的仓库，你不是讲要带我去见一个对你很重要的人？阿妈，阿妈，你哪一直叫阿妈，我不爱讲话。阿妈。
其实我真正足想要继续叫你阿妈，互你疼惜。啊，不过真可惜，这出戏播到最后还是要结束。原本我真正无打算要安尼甲你伤害，只要你继续做一个自卑的老大人，安稳过日子。我今仔日嘛不需要用安尼的方式爱你点点。你想要做啥？我要甲少峰结婚，任何会破坏我婚礼的人，我拢袂愿放过。阿妈，你放心，我袂让你受过艰苦，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孝心。金宝，啊！你两个，叶志成，你无死，你欺骗我好些感情，也要袂处理你，那也能死啊？志成，那吴先生健康安怎？你放心啦，伊只是昏去，还袂断气。啊，不过你阿妈身体虚，是不是我都顺利争取，我都无法度保证。你感觉是人啊？你心肝那这么浓毒啊？这段时间阿妈不怀疑过你，甚至是真心的疼惜你。你不是疼疼我，你疼的是张嘉玲。你伤害老父亲，我欺骗我的好心，我是绝对无可能告你出现在婚内。啥都袂当破坏我跟叶少破坏婚内。志成，你照顾老父亲，今天好我来。死狗林条人是你，不是我。你的名阁真红个哦，名拢是怎大？你阁会当好好徛伫遮？既然我的名不该转，那你也说你啊，有可能换你都无名。你阁真友好啊，只是我想袂到你的友好到要甲你阿妈做伙死呢。顶一届炸弹无法度把你炸死，迄是因为天公伯发慈悲。我甲伊同款啊，要成全你的友好，让你甲你阿妈做伙上路，安尼两个人伫红尘路上，安尼嘛袂孤单。你话无少讲啊，真嚣摆啦！你上等于爱将。嘛是你上吊机的张家燕，即嘛伫我的手头。你想想要利用伊双生仔身份，将伊家提到手计划，已经是无可能啦。蔡木林，莫怪啊，你无法度甲叶文聪比啊。到即马你甲我交手这呢侪届啊，你对你的对手一点仔都无了解呢。蔡木林，就参像你讲的啊。张家燕敢那是我的吉利尔，你嘛真清楚，做一个吉利，随时都应该牺牲奉献的觉悟啊！你若是无法度逃走，就表示你的本事到这尔，那你这条命我唔值钱啊！我知，头家是袂受到任何人的威胁，我有觉悟。就算讲无法度威胁到你。我嘛无可能让你继续逍遥法外。你拢无法度走出去啊，阁是要对我安怎？我一定好好行出去。阿妈，我就算用爱，我嘛会带伊平安离开这。自今仔开始，我无可能让你伤害阮叶家任何一个人。你敢确定你有法度行出去？你嘛小看一下，这是什么所在？做人若是这么无谨慎，莫怪啊！大业集团根本顾袂掉啊！
币拢失去了。你先把伊处理煞，再把伊想办法逃出去。你若是失败啊，你对我来讲一点啊意义拢无啊。你想看见阮头家啊？阮头家无可能受任何人的威胁，伊要做阮业界的计划嘛，无可能有人破坏。你个点子，我唔相信，伊真正想你帮恁鬼。你那直接去看卖啊！你直接搞我第四，阮头家嘛袂感觉。威力真紧，你甲叶志成买做我去地甲背，我死嘛袂孤单。但叫是哪一个？我都要对你冷血。你欺骗我好心计较上，我一定会跟你死。好，阿公，麦太太，今嘛咱先想办法，看我能平安离开家，而且别到阿妈受了任何伤害。但是发生到今嘛，你阿个想要走出来，你卖做办法。好，阿公，你先替我顾一下阿妈，我先看麦，看是有啥办法会当平安出去。好。那今后人鬼殊途啊！我听讲地下真冷，我这人足惊冷的，我都无要陪恁啦。头家。然后该处理的都已经处理好了，无好啊，是不？来，徛在我的边啊，跟我做伙看风景。你看这片花海这么红，是不是有像山茶花等你开花的时阵，同款人记起，就水对不？我要坐起来。是。你今仔这么欢喜，是搁做啥物代志啊？叶冠阿嬷、叶志成、蔡慕林都家伫个仓库，已经互我解决掉啊。无可能。志成无可能阿妈出代志，你拢唔知影，拄只伫仓库，迄火哦烧到偌尼啊旺诶，就是因为有因三个人牺牲，才会变作一片火海，偌尼啊水咧。张家燕，你找我来这要送啥？因咧讲因咧丰功伟业，因甲阿嬷、志成、阿公少峰的爸爸，因拢抬死啊！迄上麻烦的拢已经处理掉啊，哪会看起来无欢喜呀？啊？恁只要把叶少强、叶少峰按捺的好势，严家所为一切就已经掌握在我的手头啊！
天公伯一定会听话你。这是叶家报告，因的报应从你开始呀。国民力量！啊！家人，爸来救你。爸，你想要做啥子啊？我跟踪你来。爸，你这不是没命是不？你都不怕死，我先怕啥？把人放开！把你放走了后嘞，等你回来给我加薪。我跟家人打做工，啥拢袂管。哦。你只有张嘉玲这个查某囝，只我有三个查某囝，其他两个我无在条口供啊。所以只有把嘉玲放开，那无咱在做死。无可能，你若是把张嘉玲带走，伊一定来破坏我甲少峰的婚礼。爸，我嘛唔答应。少小的功夫真无简单，这到我的村头，嘛真一定会当讲出来。我不准你来破坏这个局。你莫欺骗你家己啊！你也是吃亏太有多，这块钱还当给我们，我啥都不管啊！住手！我这世人，老板为家人做些啥？今仔日我若无救出去，我连钱也免给你赔。好，我答应。OK， 要跟阿妈要跟我叶志成，我都已经解决掉了。我今日心情真好，我会当放张家玲走。啊，不过不行嘛，等我的计划拢结束了后，哪能做事？好，现在动作较紧啊，听话嘛。爸，你走，我无想你看。好。爷爷走，恁爸心袂痛，我来。不是你。我无可能让你破坏我的计划。不是你若是要杀死阮爸，你让我做咩代志？不过你也想清楚，到时阵股份就转去少侪个手头，你都无法度掌握叶家。什么鬼？无唔对，叶家阿妈已经袂愿参加，但是连阮爸拢袂愿参加，叶家人敢会怀疑？你家己用头壳想看卖。有道理。爸，爸，等婚礼结束了，再回家用，莫回破坏我的好事。是。爸，爸。这是十斤，好啊，当然没问题。阮店的货哦，一直都是最上青的。那恁明仔透早货一到，我就随送去餐厅。啊，好，谢谢。你醉呀？我搁想讲哦，过去看你呢，给你买。你的气是加足好个呢，坐啦。啊，好佳哉，有你甲我照顾啦，所以今仔日我专工走一撮来甲你说多谢。这也无啥，佮专工走一撮。啊，你来请假在现道，你要去食喜酒哦。医生，你佮真敖叫呢，这就是我今仔日找你的主要目的。等者我要去参加嘉玲佮少峰的婚礼，你佮有兴趣佮我做伙来？是蛮好啊啦，我去哦，应该袂受到欢迎。你放心啦，大家拢知影，迄当阵你是很威胁的，而且你即马嘛改过自新啊，我相信大家一定能谅解你。尤其是头家妈看到即马的你哦，一定是非常的欢喜啊。我嘛就想阿妈呢，足久无看到伊啊，阿妈这样尔疼我，
我嘛应该去甲伊讲一声恭喜。好啊，我甲你做伙去，好啊，我去替你倒水。医生，啊，恁家嘛咧办喜事哦？啊，我男朋友甲我结婚啦！真是嘞，恭喜啊！安尼讲起来是喜上加喜呢。啊，等一下咱到婚礼现场的时阵，你会当向大家宣布这好消息咯。啊，唔免这着急啦，阮只是哦先甲关系调落来尔，安尼拍拍起来较实在。而且哦，我嘛搁想要拍拍一阵嘛。但是你较稳定的哦，再来讲婚事。脚踏实地，我真正替你感觉真欢喜啊！多谢。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件衫。嗯。妈，饮茶啦。啊。这里，这里。啊。啊！你有糖尿病啦？无啦。妈，啊！你坐紧张啥？你也毋是头一个娶新妇啊，而且阁是讲一个。哎呦，亚历是恁大哥结婚的好日子，你莫学袂讲话，害我阁较紧张哦。妈，少强哦，就是看你紧张，啊，毋则超过伊讲先笑，要让你放较轻松的。哎。啊，办婚礼这种代志，平常时拢是恁阿妈在烦恼的，啊，是吧？伊甲恁阿姨去找志成无伫的，变作我家己一个人主持，我当然嘛是会紧张啊。妈，我会伫边仔甲你斗三工，你莫紧张啦。而且吼，我相信阿妈甲阿姨一定甲二哥带回来，互咱伫婚礼上一家团圆，相喜临门，吼吼吼，对吧？吼。阿红，啊！你现怎啊？哪会面色这么歹看？是不是阁无爽快啊？无啦，我完咋？哦。哦，今仔男女主角来啊！感谢你愿意，让我搁再重新牵你的手。这边手甲你牵条的，一世人我永远永远拢袂搁再放开啊！你讲的哦，一世人拢袂再放开啊！可惜阿妈无在，咱若无伊看到，一定足感动的。虽然阿妈无在，啊，不过伊昨暝有特别打电话来甲阮祝福。阿姨讲，伊即马伫咧华莲山区搜寻无好，啊，等伊落山，就马上甲咱联络。啊，这个时阵是谁会来啊？我去开门。爱情，你来啊！亲妈，哦，大家恭喜恭喜恭喜！多谢多谢。才子佳人，郎才女貌啦！辛苦下了。哎，林家宝啊，啊，你今仔穿这领烟斗，我看你是无打算要新郎面子啊？哎呀，无喏，哎，我若甲少峰哥比吼，我阁差远个。啊，不过吼，我今日确实吼是要来见识者，我要来沾沾新郎新娘的喜气。我希望后摆。我甲雅纯买当像因家寡哩幸福啊！安尼哦，希望后一摊就是恁啦，阿麦有阮等上久啦，哈！不是祝贺话就莫讲，莫影响到我的心情。
这出新娘衫，你是按什么要烫啊？心？少峰会替我烫啊。你想要一世人欺骗叶少峰心？我骗伊，我嘛爱伊，我不对不起。你先欺骗你自己。所以你就知影，我对这份感情偌坚持，我无可能让家己失去少妇。婚礼结束以后，我会让你解约，你带张嘉玲出国，永远卖搁倒。恁欠我的，我会用张嘉玲的人生来补偿。你若敢有未来，我就爱张嘉玲捧你的骨灰坛去跳海。嘉玲，你今仔真正足水。那恁以后爱打工搞耳朵。爸，婚礼要开始啊，有咱做伙出来。你唔哪会想起嘉玲过去，而且还佫定提醒家己。妈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爱你珍惜啊。好媳妇吼，搁忠心娶你们啊！多谢啦，亲哥啊！哦，亲哥，嘿，这位是志成的丈母啦。啊，以前家里嘛，好伊照顾有着。哦，真麻烦恁吼，婚礼要开始啊，无恁先坐啦。第二摆嫁查某囝，还阁安尼油头革面，袂晓见见感情真好吼。嘉玲爸爸个性真四海，可能是伫烦恼因太太要去用起诉的代志才安尼啦。你唔通见怪呢？袂啦，坐来坐。坐坐坐。阿姆。欢迎欢迎，阿丽哟，依山做回来哦。是啊，依山就讲伊足久无看到头家妈，所以我带依山来拍一个招呼啦。啊，头家妈嘞，人还没来。嘉玲讲阿妈去华联找志成，可能伫楼里啊。阿红，妈。妈。医生讲要跟阿妈拍招呼啦，你带因去坐。啊，那阿妈回来，你会记安排。好啊。红平，歹势呢，我今仔要跟洪主席婚礼，我都陪你，我医生陪你。少强，你莫后壁乱讲啦，人医生今摆已经有男朋友啊。哦。啊，可惜啦，我咧上细汉的亲家也嘛有男朋友啊，啊那无吼，我就介绍你啊。啊，我先来准备啊。啊。公平，拄只少强讲上细汉的伊啊，是伫讲雅纯对无？是啊，安怎？无啦，我确认一下尔，无代志。多
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婚礼，就参照各位看到的，今天的婚礼是我跟阿芳来主持。啊，先跟大家讲一下歹势啦，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婚礼规模变较细淡薄。啊，不过一点仔拢无影响到新郎甲新娘满满喜气。今麦婚礼马上就要开始啊，我们现在邀请伴郎跟伴娘进场。宝已经跟我求婚了，伊袂骗我。啊，不过现在伊无跟我讲，伊要跟雅纯做伴郎伴娘。医生，啊，你身体无爽快啊？啊，我好像感觉有淡薄仔冰冻，忍一下就无代志啊。坐落来，要邀请新郎甲新娘入场。对上的时阵，表情也变了。有啦。来，新郎甲新娘已经入场啊！即摆有请新娘的爸爸上台，来甲新娘的手交予新郎。姐姐，请，你就较欢喜的，要讲话呢。真感谢你嫁啊，爸！哦，讲出来唔惊大家笑。虽然讲我唔是头一次嫁查某囝，但我今日心情比我过去嫁每一个查某囝。搁较沉重。面对工地品质审查，非常的疏忽，这也是一个无细腻的主因。你的意思是，你建的建设公司拢无问题，我建的就出人命？我看你根本就是在找坏麻烦。各位，伊不是嘉玲，伊只是利用家己甲嘉玲洗做一模一样的面，冒用嘉玲的姓。这个严格，就是我拜上哦，迄个查甫人的堂妹。其实是千面女郎的手下张家燕，你是安怎想？甚至对阿妈，这个小囝儿好清醒啊！你走，莫甲你小妹同款，嫁来我的婚礼。这不是你的婚礼。那我两个家里，这个婚干要结，由我来决定。那是因为你比我较早出世，所以才能坐副总裁这个位。我即要甲你讲公事，你阿妈倒去啊！讲到你对我叽叽嘟嘟。你，甲恁倒回事嘞！我拜托你莫因为这种几率足低足低代志咧烦恼，好无？你安尼根本就是咧庸人自扰啊！小心出什么代志哦？咱工地工人出意外送病院。啊？你是假家人？都是亚芳讲的。你对阿妈下毒？你对阿妈做什么代志啊？去保本问伊。阮大哥无要带你啊！即摆你建议手指好单调无好？大哥。张家燕，咱两个小，你要送不要那送。冷冷的风吹开门，想你的影甲阮陪。这多年的感情已经无底做。阮犹原深深爱你在心底，
望着风中的情花，带你飞，飞向海角天边乌点双飞。咱的爱若准行今生今世，阮的心嘛只有留予你一个。望着风中的情花，问天地，红尘梦未了情，甘也会相会。等待缘分搁再花开彼一暝，阮的心要甲你永远行同齐。咱的爱若亲像风中的情花，感谢你用真心将阮爱过。